人健保的代志。焦点啊，也无一官半职。我嘛是透早六点，扛十一台游览车的乡亲，坐游览车去到台北立法院来抗议这个无合理的外籍渔工健保问题。我已到现场，扛咱的乡亲做伙到，已经徛伫门口遐。因为前一暝高铁坐咧，就去台北大暝，知影时刻来立法院等咱。啊，焦点也着爱拍扑光，扛咱的乡亲做伙坐游览车，靠四五点钟可以到台北。即卖一笔协调，当然伫当场健保局有答应。